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折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。先贤士，各位双善诸士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所阐释的字字句句，都是在赞叹天上界、梵天界啊，所有天界来到世间，未圆满而成就了一切。成就一切功德的啊，那即是何当如来告诉各位，信谢尽天机密，是尊重来到世间的人啊，能够了解自己，然后才能够尊敬他人。你不了解自己的尊严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尊敬他人。那么每个人都是平等同等的如来体啊，如来一心，心有多大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，心有多宽广，无量无边，比地球还大，比九大行星还大。那么地球上的所有的众生，无论鬼灭鬼神啊，六兽等等呢，都是在心中的一点点的小分子而已。所以当人心量就有这么大，我们的灵性就有那么大的灵性啊，大如大无其外了，那你还会去计较小小的一个我吗？啊，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先去了解你自己。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话，哎呀，我们绝对会很痛苦。每天在那边争，那边斗，在那边夺，在那边抢，啊，在那边起斗争，真是可怜虫哎。所以王禅老祖啊，心里很沉重的啊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人，学习体谅他人，学习了解他人。你要了解什么？了解他的本来意，他就是何当如来，是为成就世间一切的调和。啊，让万生万物都能调和。啊，有如国父孙中山先生，啊，他的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啊，让人类有一种相互尊敬，啊，相互尊重，啊，才一个他的名言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所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即是成就一切功德啦。成就一切的功德，就是以人生为目的啊，也就是何当如来啊，何当如来。那么各位唯心贤士同修，各位双善诸士，我们都是来世间上成就一切的功德。我们结婚了，生儿育女啊，让菩萨们啊，能够来世间上再走一趟，再来修行，共同来成就一切世间的一切万法
啊，这个各位就是如来，就佛当如来的化身。啊，那么各位你们有四轮工商，各位的事业，各位的职业，各位的天命，这都是佛当如来的功德天，所以也是在成就一切功德啊。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，我们今天既然有缘来参与共修，你们要悟回去，凡是往昔你所遇到的悔恨贪欲，有冤有仇的，你一概要忏悔，要反省，要忏悔，该原谅他人的就要原谅他，啊，该道歉的你就要去道歉，那你会很快乐，原来你就是佛当如来，啊的圣身、法身和化身，啊，不然我们还是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势不两立，啊，混恋情仇，啊，永远下辈子还要来结，这个都是可怜虫，比一只动物还不如，啊，比现在今年是戊戌年，比一只狗狗还不如，哦，这个真是可怜呢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啊，唯心弟子啊，都是啊，佛当如来的化身、化身、圣身、三身集于一体的佛当如来本体呀。啊，你们要有心吗？有吧？这边无心，那边有心哦。啊，都有吧？还是这边回应较济咧，哎呦，各位同修，啊，我们要悟，不悟犹如夜夺灯啊，无窗暗室夺光明啊，此生不悟，今生度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？度就是跨越这个悔恨贪欲啊，啊，当你舍弃了悔恨贪欲，就要从反省、忏悔，忏悔就是不要再发生，反省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谁是谁非？你对的，你要去原谅别人；不对的，你要向人去道歉。你会很快乐。啊，这个就是修行的上乘功夫嘛。经文讲那么多，你要哪里去找到安心之处呢？不简单啊，不简单。所以，在现在当下。我们今天来共修了，哎呦，你们大师兄，他真不愧为大师兄、大弟子，啊，他很少听到他的从口里面去恨某一个同修，去怨某一个同修，都笑哈哈的，都用容忍，啊，用鼓励，要用勉励的，啊，来。鼓励带这些弟弟啊、小弟啊、师兄师姐们。现在我们有皈依的，正式为弟子的啊，有30,000多人。正式皈依，啊，发愿舍弃贪嗔痴三毒的，也是从你们这个大师兄、大凡寺的住持圆统禅师由他开始，所以人生就是这样，啊，当你能恨怨舍弃的时候，啊，无论年纪你再怎么老，还是幸福，还是快乐的，所以刚才。休息的时候，打到休息室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81岁了，啊，身体比以前差了。我现在76岁，也比以前20岁还差。啊”啊，这个一定的，这个上天的慈悲嘛，啊，给我们体悟人生啊，在世间上，你能所用的不同时空啊，不同的因缘呐。所以你们大师兄呢，啊，他就以
这个啊容忍、爱和慈悲、喜舍啊来啊容纳、来带领的啊你们这位同修师兄师姐啊，我们为他来鼓掌，我们学习。啊，各位唯心贤士同修，他本唯心圣教，教法很简单，就是包容，相互成就，啊，包容一切，成就一切众生。尤其王禅老祖，他的成就之众生，分为八万四千法门，其中一个法门就是《易经》与风水学。啊，风水学住家环境好不好，影响到一个人的平安，影响一个家庭的和谐。啊，像刚才我们一位弟子，啊，他呢，啊，家里很不平安，他就拿了图给我看，他家是这一间。啊，这里一间是四楼，这里是二楼，这白虎昂头，白虎昂头，病妻族、奴妻族、下患上，所以我们的同修弟子呢，他或者说我，他住他家里很热闹，几乎常常都有兄弟姐妹在吵，啊，孩子跟爸爸吵，爸爸就有涵养，他就离开了，看着你不管你们，你们去吵。他明明知道风水学，做白虎昂头，抬头，所以这一家的很难住，这一家也是很难住。啊，这就风水学嘛，风水能成就一个家庭的和谐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你居住着别人的房子，你怎么办？你可以在这里换个水族箱，让它动，就是龙洞。龙洞啵啵啵啵啵动，啊，这个一来，化杀掉了。就是龙洞嘛，啊，龙洞了，这是阴气，这边是阳气，啊，一阴一阳，诸位道，如何做到平衡？所以我们的风水学，你就能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是迷信呐，你不懂才迷信呢。你懂的话啊，上圣的智慧啊，所以我教他，这个换个水族箱，那就好了，啊，不必说房子搬，常常在那搬来搬去，那整个天下大乱了，啊，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这个风水学的奥秘，啊，叫我们趋吉避凶。啊，这个也是成就各位，让各位能够居住着不受磁场乱流的磁场来影响。啊，当你一影响磁场乱了，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动作就有很多的争夺、挑战，还有各种的恩怨情仇都来了。人生在世几十载，啊，几十呢？有几岁？你没有办法斗得相亲相爱，每天在那边争，在那边吵，人生真的没有意义的。那么我们唯心圣教的弟子们，你们学了道，就是要学这个正道，为众生来解除、来化解干戈、习战争，
啊，愿人心相疼爱，同祈世界永和平，同祈家庭永和平啊！召集是唯心圣教的圣法，也是何丹如来。啊，那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们，你们回来接法，你们接到一点法回去用在生活上，你们就值回票价，啊，你们就可以为你的亲友、为你的子女、祖祖孙孙们，啊，为他们，啊，来，啊，帮他们消灾化解、解冤释结、解这个冤仇，要以神道关怀。王禅老祖就是神道来关怀众生，大家共创天下一家亲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啊，道教慈航啊，他的目的就是化解中华三族啊五千年恩怨情仇。啊，这是三族皇帝啊，炎帝、蚩尤、啊，这皇帝啊，他是禅风如来，禅风如来的化身。啊，神农炎帝，他是养贤如来，啊，他蚩尤，他是功业十足，礼贤下士的如来，哇，三位一时的糊涂，战争历史。三祖的历代祖先皇帝，啊，就以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把蚩尤全部列为坏蛋五千年，含冤忍辱五千年。现在所有的三祖儿女有三分之一都是蚩尤后裔，三分之一是宣仁皇帝的后裔。三分之一是神农炎帝的后裔，那么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合起来是一个圆满体。啊，那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都是离卦，离为火，离为火是天官，四符上天所派的。啊，这个是皇帝，啊，这个是炎帝。中间是蚩尤，啊，这个卦，这易经天机密，在这里都寥寥分明哎。可惜呢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啊，得到一个正确的真禅奥义。所以今天我们共修《金刚经》，是阐述何丹如来他的因缘果。好了，世间上的人都是何丹如来的化身，所以你回去看到你家的人，你一定了解到我家何丹如来，我家有几位何丹如来啊？啊，何丹如来是一个国位，啊，何丹如来是一个名相国位的名称。啊，所以何丹如来都是为天下的太平，都是为众生的和谐，啊，大家投胎转世，虽然不同的家庭，啊，不同的品种，
不同的人种都是何当如来，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都有一颗爱的心，就是万法唯心，这即是何当如来啊。所以是无有边际的功德啊，所以何当如来啊，他的成就一切功德就何当如来，在世间上创业啊，在你们家创业，在你们的社会团体创业啊，我们了解到这个道是真髓的时候，但是你们回去工作你要注意，你不能说啊，我今天去听师父说啊，大家都何当如来的化身，回去就不能管他了，员工不能管他了，不是这样啊，你要更加的严格管他，让他不要去造业啊，让他不要去糊里糊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你悟到了你是何当如来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。你家里的孩子啊，他是何当如来，再来他是要来成就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他有他的本念，那么我们要更加的严格管教啊，给予爱，给予智慧啊，给予严格的教导，这个才是真正你今天悟到了何当如来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，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谁啊，你也不必去宣扬，而是要你去尊重所有一切有缘的人都是何当如来。即使美国啊，那么多啊，一些军事家喜欢卖他的灰弹的糊涂蛋啊，他也何当如来，他为什么要卖这个灰弹？因为他要生存啊，用他的灰弹来伤人啊，把人家灭掉啊，他的何当如来已经是失去的理性，那我们也要用以爱来唤醒他的觉性。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啊好好诵经啊，诵鬼谷先师天竺经啊，唤醒这些如来的觉性啊，大家要有爱，不要再为了自己的利益卖自己的武器来伤他人的生命，这真是没有慈悲也没有智慧的可怜虫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共修了啊这个金刚经啊，老祖要我泄尽这个天机密啊，让各位从泄尽天机密了解到自己的啊本来意，了解到自己的啊心，然后用心去关怀你身边的人啊，共同来成就培养啊这一些来到世间的所有的人啊，让大家一起啊在这一生得到真实的体验和了脱生和死的束缚啊。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，你们虽然一天做了很辛苦啊，那我也看出你们做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绕跑，因为摄影机在这里监视你们啊，所以你们也不敢打瞌睡啊，那也是何当如来的教化也在教育，所以我们自己啊要了解啊，自己要感恩王禅老祖，感恩释迦佛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六位祖师啊，陪我们丁酉年啊平安的度过啊，我们迎向戊戌千秋，未来千秋万世，家家平安，户户平安，人人身体健康啊，人人呢啊，那么神智
啊，福慧增长啊，这即是何当如来的三顺一生，即以一生啊啦。啊，今天共修到这里为止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，阿弥陀佛。